少主公，属下已布置妥当。若今夜有人拿与许晋中相似的灯笼，我们便立即行动。哎，那不是程校尉吗？他也与家人一起来逛灯会啊。这程四娘子今日穿的，倒十分大爷。离得这么远，你也认得出来？前些日子盯着程家的探子说，程三娘子举止端庄。 将军，林将军，求求您快牵救救我们家郡主吧！我们家郡主落水了。让开！林将军是要见死不救吗？就算将军想要撇清与我家郡主的干系，可郡主总归是汝阳王爷的独生孙女。若将军见死不救，岂不是要令老王爷晚年失孤？圣上知道了也会怪罪将军您的。 这位女公子，在下失礼了。这绣球，还给你。谁能想到袁善见第一次抛出去的绣球，竟然被还回来了？嘿，看来这个小女娘不一般呐。 就差一点，哎，往那边来一点，哎，这边，对，我看看，过来一点，就差一点了。哎，看什么呢？哎，都滚开，别在这看我们家郡主笑话。嘿，还不滚？嘿，谁？谁踹的我？谁？谁踹的我？害我们三天半天的，白担心了。
田家酒楼。我的仙人村，我的脚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不好啊，烧起来了！没事吧？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